国术大赛正式开始。下一组出场的是陈如风，对战的是金刚。如风，别紧张，打出你自己的节奏。比赛开始。我宣布，本场比赛获胜的是陈如风。打得好，最后那一招太帅气了。下面出场的是马宁儿对武石林。我宣布，比赛开始。陈如风获胜。我宣布马宁儿获胜。陈如风获胜。这一局马宁儿获胜。这一局陈如风胜出。马宁儿获胜。马上就到了我们国术大赛重中之重的总决赛，下面有请陈如风、马宁儿
请双方上场。我上。加油。骂宁儿赢得也不容易。我们回去吧。安静，安静！我宣布，国术大赛的第一名是马宁儿。好了好了，大家安静一下。还有一个事情要宣布，我正式邀请马宁儿先生担任我们国术馆的武术总教练。你们谁是马宁儿啊？我就是。我们大日本空手道高手河内京正式向你发出挑战。嗯，你就是河内京。你我决斗。我不会随便接受别人的挑战的。我看各位还是请回吧。你得懦夫。喂，你说什么？住手住手，简直欺人太甚了！你们谁说马宁儿怕你们的啊？马教练，这帮日本人都欺负到我们国术馆头上来了。哎，你不会害怕输给他们以后就毁了你国术冠军的名声吧？马教练，这个人荣辱和民族大义相比，哪个更重要啊？我觉得男人大丈夫，宁可战死擂台，也不能苟且偷生，对不对？好，我接受你的挑战。好，擂台见。朋友们，来宾们，记者朋友们，万众瞩目的日本空手道高手河内京
挑战国术馆总教练、全国国术大赛第一名马宁儿的比赛，现在正式开始。我虽然说不太喜欢马宁儿的为人，但这毕竟是中国人和日本人的比赛。虽然看来这河内经不怎么样，但却是招招致命啊。朴一，你怎么看？我的话他根本没有听进去，怎么可以用硬碰硬的方法呢？送他去医院。来，哎，大家看看这个马宁儿被日本人打成了什么样了啊，这简直是丢我们中国人的脸，丢我们国术馆的脸。我在这宣布，从今往后马宁儿
跟国术馆断绝一切关系。朴毅，今天的比赛你一定要赢啊！朴毅啊，一定会赢的。朴毅，你先走，我们能应付。刘会长啊，您跟朱飘逸不是一起的吗？您怎么早早就到了，他到现在还没来？他不会是因为怯战故意拖延比赛时间吧？我丑话说在前头啊，他要是迟到的话那可算输。飘逸怎么会怯战？他一定是被什么事情耽误了，你放心，他不会迟到的。好，安静一下，安静一下，我说个事儿啊。本场比赛是由朱飘逸先生主动发挑战给日本河内京先生的，可是他本人现在还没到，咱们凡事得讲个规矩，讲规矩就得按规矩办。离比赛开始还不到一分钟，如果他迟到将会算输。我现在开始倒计时，十、九、八、七、六、五、四、三。等等，我来了。既然朱师傅已经到了，那我宣布比赛开始。
此局比赛主票一获胜。马宁儿，你来了。对，你没有想到吧？什么事情？我是来杀你的。杀我？为什么？因为我最讨厌别人利用我。第一次，你们利用我，来敲诈大和纱厂和罗氏药业的股份。第二次，你们利用我的失败来达到宣传空手道的目的，这些都是你的主意，所以我要你付出代价。你杀得了我吗？现在我杀你跟捏死一只蚂蚁有什么区别？年轻人，你太天真了。你让活不了多久了，把他扔出去。河内，加强巡逻，我不希望这样的事情再发生。嗨，
他已经不行了，你们把他拖出去吧。嗨，你醒一醒，宁儿，飘逸，是我，我来晚了。你没来晚，你没有，这都是我的报应。我曾经非常的恨你，但我现在最恨的人。我害了那么多的人，不要说这些。我没法原谅我自己。
陈明，看住他，我去会会朱飘逸，回来再收拾他。柳迎春呢？你别动啊！朱飘逸，我曾经说过，我们做不了朋友，就是敌人。我也曾经说过，是朋友是敌人，选择在你，不在我。看来你比马宁儿还要固执，那么你死的会比他更惨。枝叶中培其根而枝叶自茂，根本固源流润，被其充实如长江之流水，滔滔不绝，取之不尽，用之不乏，有来源有去路，自然会进大无穷，顺随自然，产生威力惊人的积极效果。走。宫崎，我知道你出身于没落军人家庭，你口口声声地说是为了什么大日本帝国主义的利益，其实你们这种人挑起国家矛盾，不惜发动战争，无非是借机重拾你们所谓的军人荣耀罢了。可为了这一己虚荣，你们还要害多少人？我告诉你，我们中国人是不可战胜的。既然你们承认我们中国是你们的老师，那你们就应当懂得如何尊敬你们的老师。朱飘逸，我承认是我输了。你冷静点，不要乱来啊！都别过来，走！哎，别过来！再过来打死了！别过来！都别动！别过来啊！别过来！别过来呀！飘逸，
别过来！你再过来，再过来我打死他！我现在要打死他，打死他！宁春，你没事吧？哼，你这个民族的败类！啊，没事吧？我没事，苗姨。苗姨，苗姨，此地不宜久留，如风，快离开这儿。哦，走，可以，先走吧。走。好，我们回去再说。快走，走吧。是我打倒的第四个了，看来中国武术太让我失望了！哇哇哇！什么东西？全是花拳绣腿！我已经踢了23家武馆，没有一个人能打败我。没想到你们上海国术馆这么让我失望。你是馆长吗？来！和我打，如果你输了，让我来当馆长，我要把你像筷子一样折断。你敢吗？馆长，馆长，让我们上吧。不，他既然提到我，我就必须上。你们别拦着我，我来。这种芝麻绿豆大的事儿，我来解决就好了。这位兄弟，你是刘馆长。等我教训教训这小子之后再自我介绍吧。这位兄弟，武术是用来强身健体的，不是用来打架斗殴的。我这叫先礼后兵，如果说你再不知好歹的话，那我就要动手了。你们中国人话真多，打倒你后再说。加油！好。你是什么人？我正在跟他打的。在下朱飘逸。我管你是谁，我刚刚差点打败他了，现在你上来了。算了，你来吧。飘逸，小心啊。
什么人敢闯太极门？小子，我们的目标是朱飘逸，快让开！好狗不挡道。怎么，你不敢跟我打呀？少废话，上！如风，哥，朱飘逸，你还真在这儿，给我上！这位就是太极门的掌门陈清泉吧？我等来此只为朱飘逸，还望您能尽早交出朱飘逸，不然我可不敢保证我的弟兄们会做出什么事儿来。尔等公然在太极门作乱，实在是过分，赶紧给我退出太极门，否则我对你们不客气。不交出朱飘逸，我们怎么舍得离开呢？再说了，我还要领教太极门的厉害呢。队长，队长！哼，陈氏太极果然名不虚传。今天我不跟你计较，不过我们还会见面的，后会有期。走。队长，没事吧？你没事吧？我没事。没想到太极门竟有如此高的高手，看来不能强攻了。队长都不理他，那我们以后该怎么办呢？看来我们现在只能回去搬救兵了。急什么？再想办法。走。下场对阵的是许东和朱飘逸。许师傅，谢谢上次的赐教，请。朱师傅赐教。胜的是太极门朱飘逸。好，下场比武是李不明和马宁儿。
生的是马宁儿。好，来人！好，好，好，下一场，张小然对战何大辉。你太厉害了，累不累啊？不累。本届武林大会决赛即将开始，对阵双方是朱飘逸和马宁儿，请两位登场。师哥，小心点啊！放心，我会赢的。宁儿，承让了，希望你全力以赴，不要藏实力。你放心。我一定会竭尽全力。那就好。吞噬人的良知，让人变得阴险。本届武林大赛的冠军得主是朱飘逸。师哥，你没事吧？没关系，你在我心里面是最棒的。师父，我赢了。我看到了，飘逸，你是我们太极门的骄傲。师哥，师哥，师哥。Oh!
力气还不小呢。如风，没事吧？啊，刘馆长，你们武馆不是人才济济吗？我花这么多钱养个武馆，不是要你们丢人现眼的。大帅，请息怒。馆长和这位兄台只不过是礼让罢了，本身就是切磋武功。不过，在下对中国功夫倒是很失望，没想到竟然如此的不堪一击。谁说中国功夫不堪一击？你是谁？在下朱飘逸。口气不小，你练的是什么功夫？太极拳。太极拳就是被我打倒的这位兄弟使用的功夫？他是我师兄，如果你有兴趣的话，明天可以再来，到时候我再陪你过几招，不知道崔师傅可否赏脸。哼，如果还是这种水平的话，我想就不用浪费我的时间了。谁输谁赢还不一定，难道崔师傅你害怕了？哼，笑话，我何时怕过。好，明日我定来赴约，希望你不会让我太失望。听说昨天的陈师傅和你的太极拳都出自陈家沟太极门，今天希望你能好好证明你的实力，否则我会对所有练中国功夫的人都产生怀疑。什么东西，至于这么耀武扬威的吗？稍安勿躁，成败与否就看飘逸的了。承让。今天飘逸为什么打得这么散乱？飘逸今天不主动出招，而是看着崔正钦出招后迅速地做出反击，以不变应万变，这样反而崔正钦无从判断，也就无从下手了。原来如此。任凭你处置，比武切磋点到为止，你走吧。朱飘逸，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。好，那就开始吧。上笔墨。哎，如玉，你现在上去阻止也无济于事啊。可我不能让他冒生命危险啊。有的时候男人
就是为了争一口气。先叫我，飘逸不会有事的。怎么，朱飘逸？现在反悔还来得及。你躲得及时。龙头杖呢？朱飘逸，你藏哪里去了？没事。哎呀，张大帅，你的人好像不行了，你看是不是休息一下，给他疗伤啊？作为习武之人，应当有武道精神。既然签了生死状，我看就得遵守。啊。大帅，我看还是算了。我们练武之人，应当仁慈宽容。我已经废了他的武功，如果再夺他性命，未免有失武德。朱师傅，难得你有这样的觉悟。那好，听你的。谢大帅。张大帅，救我呀！废，真给我丢脸！来人，把他给我抬下去。
飘逸，真是好样的，这一次你可是为了你们陈氏太极争了光了。是啊，飘逸，我爹要是知道这事儿，肯定为你高兴。朱师傅，难得你年纪轻轻就有这样的武学造诣，可真算是我们中华武学的骄傲，佩服佩服。谢大帅，不过不是我武功超群，而是太极拳本身博大精深，我所发挥的只是他小小的一部分而已。对了，哎，今天晚上把宴席摆上，让大家一起高兴高兴，乐呵乐呵，好。你先下去。是。队长，你我已经成了废人了。马宁儿是个王八蛋，千万不要去找马宁儿，你不是他的对手。队长，你好好养伤。你马宁儿，你给我出来！马宁儿，马宁儿！